我真的很想请问一下，到底我们有多少人了解也看得懂速发部你们在做什么东西？那虽然你的事务规程里面都有写的，但是都非常抽象，非常笼统。那这个部分我们希望速发部你们能够讲得更清楚，让全民了解到底你们要做什么，好不好？我相信113位立法委员要懂这个人其实是不多的，大家都是猛叉叉，而且你是非常抽象的。我希望你能够把抽象把它具体，把它更实际化，让全民都了解到底你们要做什么事情，不然的话大家都会误会你们其实就是总统府底下的一个网军而已。